like red or yellow? Red. You red? Okay, you okay? Yellow? Red. Server? And the end. This end. Okay? And see you see. Now let's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and athletes come up onto the court number 3. 3号场地第五场女子双打之战，由来自瑞典的艾玛·文博和伊米莉·潘纳森对阵来自南非的比利亚·艾德华兹和安娜·奎维。 On court number 3, we have the Emma Woodward and the Emma Thompson from Sweden. Okay. 马上进行的是第三场男子双打的比赛。那么这个一队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啊选手之间的一场比赛。鲍伊、摩根森与龙大正在成。 相信这场比赛一定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啊！应该说，在历届的苏迪曼杯中啊，男双都是韩国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那么今年那个韩国的头号男双正在成李龙大。 在今年的一系列比赛中吧，应该说他的胜率非常高。另外，韩国还有一队男双是高承炫、柳岩星，那么这队呢，现在也是跻身于世界一流男双的行列。今年呢，也是取得了多个超级赛的冠军。 在中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啊，和受到广大球迷的喜爱。但是这场比赛的裁判是来自中国。双方停止练球，比赛马上要开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主裁判是来自日本的主裁判。丹麦队先来发球。 球出界了，砸线，在界内。丹麦队队员判断失误，韩国队先拿到了第一分。丹麦队这球又是失误，2-0。
3-0。他们对这个队的选手上来以后打的还是有点紧，连续出现了失误。接发球又出现失误，4-0。是失误，上来以后，丹麦队打的还是有些紧啊，连续出现了杀球失误和判断失误，5-0，郑在成发球。那么从双方以往的战绩来看呢，李龙大他们还是现在这队是以6-3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上风。双方的攻防转换非常快。这个球郑在成出现了失误，2-5。6-2。丹麦队开局以后哈、还是失误偏多了一点，李龙大。这个球落在了界内。7-2。韩国队开局还是比较顺利的，那李龙大的表情也是非常轻松啊。7-2。还是失误。8-2。丹麦队开局以后打的还是有些紧，没有放开。现在韩国队是以8-2领先。李龙大在后场连续进攻以后来到网前封死了对手。大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9-2。丹麦队又是一个失误，10-2。韩国队开局还是比较顺利，以10-2将比分领先。